아직 贵妃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陛下口谕，请贵妃娘娘留在永宁宫，静思己过。袁公公，陛下将我们娘娘禁足，为什么？陛下说了，娘娘您哪儿错了，要自个儿琢磨，琢磨明白了，转个弯了，您就可以出去了。奴婢告退。 娘娘，下去吧。陛下，是。等等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 陛下心里现在一定在嘲笑我，是个没用又恶毒的女人吧？毕竟您什么都知道了，不是吗？在当您的皇后以前，这双手。 可以施展诊脉、开放救人。我学了整整10年，外祖父才准我坐诊。我天真的盼着，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他那样的名医。不会了，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。我已经杀过人。 害死了一个病人，而现在我又要用这双手去伤害更多无辜的人。陛下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怎么？
会变成这样？一个有良心、有底线的人，怎么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是非不分、善恶不明呢？从头到尾，你的犹豫、你的挣扎，证明你善念犹存，反而让朕很欣慰。因为黄爷爷没有选错人，朕相信你只是病了，待你痊愈，你还是朕的好皇后。陛下，臣妾是皇后，还是您的妻子。您真的没有厌恶臣妾吗？臣妾还以为经过此事，您再也不想见到我了。臣盛吟拜见陛下，拜见皇后娘娘。皇后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好好养病，更别让太后忧心。挨了板子之后，嘴巴倒是严实了。陛下，这皇后娘娘是应该好好养病，但是这贵妃娘娘犯什么错了？别说奴婢闹不明白了，我觉得就连贵妃娘娘自己都闹不明白。她自己会想，她要是想不明白，她也就别出来了。娘娘一句话都没说。就依朕先前的旨意，着公、侯、伯、五府六部大学士几时中仔细复核监狱重囚，为防止敷衍应付，你身为监察御史，盯仔细了。陛下放心，臣明白。陛下，臣母久患血痨咳嗽之症，严请名医都不见效，臣斗胆劳烦陛下代臣一问，贵妃娘娘曾提过珠玉二宝粥可缓解此症，不知臣无。叫盛吟随梅御史回去，给他母亲好好调理。是。蒙陛下厚爱，臣感激不尽。
那道药膳方。梅大人，请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奴婢看陛下近日来甚是劳累，政务那是忙不完的，琼院里的菊花开得可美了，要不要请皇后娘娘一同去赏菊？说呀，怎么不说了？陛下，要不要让奴婢送几盆去永宁宫？谁让你送的？陛下息怒，瞧奴婢这张嘴，笨嘴拙舌，惹得龙颜不悦，该打该打。滚！哎，等等，陛下，有多久了？陛下问的是禁足吧？都已经两月之久了，我想贵妃娘娘应该也已经悔过了。你去一趟永宁宫，在朕问她一句话。贵妃娘娘，袁公公求见。贵妃娘娘，传陛下口谕，您知错了吗？贵妃娘娘，您还不高兴呢？哎，贵妃娘娘，其实万岁禁足您，他自个儿心里也不落忍啊。这平时吧，是花也不赏了，这棋也不下了，他想画画吧，转身笔又放那儿了。其实万岁啊，心里是时时刻刻惦记着您的。隔三差五的就让奴婢来问问，您呢就服个软，只要说句话，不，说三个字儿，知错了，奴婢立刻回去禀报。您这不就出去了吗？啊，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。奴婢告退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袁公公，奴婢怕娘娘闷出病来，能不能恳请公公您跟陛下说一下，早日赦免了我们娘娘。闷出病？你说了我都不信。太医每天都来请平安脉，有病早就报了。啊，何万岁之气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气性真大。袁公公，袁公公，陛下。贵妃娘娘说